打一个，快点快点快点！奶茶，别来睡了。买装要时间，不爽就辅助啊。我有酒吧嘲讽，好凶。有啊，炮娘，你看我看，炮娘是 A P I A D 吗？炮娘他带多少？他带多少？我知道，对他可以，对他可以。走啊，出发。他们心里都带闪现呢、欸。对啊，闪现传送，他们会逆 U， 又给我们逆一下，看一下情况。我猜他们会主动逆啊。冲啊！我们一等那么强。不行、啊，东海，我觉得东海在这边对不远啊，我们应该200发被看到哎。为啥吧？对，差一个。来，他们来，他们进来。别进来啦！看他们搞什么鬼啊！啊，我先看一下，一个眼，哎，他差两个眼。要不要过去打伊雷夫？哎、欸，走，要吗？刚，硬刚他们蓝啊，他们全部都在蓝，硬刚啊，五个。哎、欸，不要过去，不要过去，等一分，他们全部都在蓝啊，没关系啊，在那边等。哎、欸，不要过去，那边有眼啊，龟狗。我知道，我在那边抖动，假装在耍白痴。好啦，啊 ，go！ 我操，他们竟然知道，直接抓蓝。欸、那个上路的先毁了。我帮你，我哎，东海来这兒。啊，他走了啦，别再做梦了，赶快拿他蓝哦。杀歪他哦。哦哦，你来就杀到了啊！你不 Q 他，但、啊、我 Q 他，我们慢那么多。他是一格血，你把他杀掉，他不是很慢。快来跟你讲。逆 U， 你们去上路吧。打新一波。不要逆 U 啦，你赶快回上啊！啊！那你会不会玩啊？你为什么我慢那么多还逆 U 的？就被 Q 那个 Q 那个史加纳的东西。哇！你 Q 到他就已经死了。Q 到他200发会死，他是一格血。感觉真的是新手观念呢。啊，不然嘞？是啊，能杀的不杀。啊！就把你们那个杀那个要浪费很多时间，我们五个都浪费很多时间。哪有？我刚刚嘲讽到，刚刚是应该你回上路，然后我们四个拿他蓝，不会慢，不是这样子浪费时间，浪费人力去杀一个，拿一个手杀，手杀很重要哎、欸。我知道，可是你知道吗？啊，不跟你讲、欸，拿手杀喽。不用啊，我一个就行了，我三等啊，他就两等，我已经给踢爆他，还想拿蓝，别再做梦了。哎、欸，你上路先归好、啊，这个没办法，你大概已经输了快十支兵了。你有补血啊？你现在补血，两等就是要凶那两个。东海现在很难过啊，连野都吃不完了，他不可能跟你干。他没有闪现，他没有闪现。东海没有闪现，你可以去刚他。OK， 他练四鬼啊，他练完那四鬼才两等，一点点经验值而已。他就是永远的四鬼三狼啊！你有他点？你没有点燃的吗？没有啊，别说了，我还在多人盾啊。好，我来。先嘲讽五秒。你补，你吃死、啊。是不是有眼啊？说不会打。东海都会叫舍破帮上路插一根眼。他会一定他妈想哭哦。然后我就把东海的习性，我跟你讲，东海，我跟你讲，你知道东海的东海都插这边，还有这边三根，他都这样。有啊，有眼啊，我一抓就。我来喽！他没点燃了。啊，他这里有眼，不行了、啊，我要去反他眼。你可以绕上来上路，我觉得。我知道，我先拖他一个大鬼。大鬼是石头吧？法奥是这样打、欸，石头凶哦。他法奥是拉弓拉一秒，拉0.1秒而已。小白弟刚死他哦。啊、他死，他带闪现。你不要 miss 就杀到了。我觉得要一直跟着他能不 miss。他没魔啊。要不要让头给你？要不要？要不要？你是。有。给我没有用啊，给一个肾。我拿头也没什么用啊，感觉。你拿头可以带不上啊。你拿头15分钟你就是一个神啊！别说了，这中路已经没有水啦。我来。哎、欸。没事，你给我一个头，我还是会被信哲压，不你拿去带风向、欸。他去了，你要死了。我知道。信哲直接 TP 上来，好神！好猛哦，好神！别说啦，李星神，你我在嘴炮。你是在嘴炮没错。对啊。哎、欸，
好，哎，你可以，哎，你可以来带下路的风向，相信来来了，他没光盾，我没那么多手啊，又要。没关系啊，我说你可以慢慢来啊。来来，我现在东海就是一个断掉脚的蝎子啊。你别说啦，他五分是一个没有尾巴的蝎子啊，根本六等不了啊，没蓝。他绝对六不了的，相信我，他六等我已经八等了。奶茶控一点魔，下路可以带吗？可以啊，你来一定可以啊。好，我来。哦，单杀哎、欸！他饿的。哎、欸，这有没有？哪里有眼？小讲话小心点。好了，抱歉。我推荐。我六等。你不用。我想我的惨了，我现在血量很少，非常直接大夫啦，那个东海跟残废一样，这两个都没魔。大夫，直接大夫，直接大夫。可以，绝对可以啊。我挡。快、啊，大姐。你不要炸，你为什么要炸？没炸吧？哦，你推过去，感觉啊，那是小龙，那是龙啊，石龙啊，那是龙，那是龙，感觉不用炸、啊，他们那两个都没摸，东海在中路，东海在中路跟中路抢经验的、啊。哎、欸，我没有中二十秒，不过他应该不会来，我先帮他挡一下。他会来，我直接一嘲讽杀，好不好？要啊！不是一嘲讽，是一闪现。下龙，下龙。Thank you！ 哇、哦，好神！我操 ！Terry，Terry， 回来回去 ，Terry 根本就李星神呐、啊！好神哦！我跟你讲啊，这版 Meta 就是雪球啊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雪球啊！越滚越大。别说啦，他只有四等啦，我现在六等，去踢他红，他真的，他吃奶的力气也挡不住我啊！走吧，过来 哦，你没魔哦，没差，你底心神呢？别说啦，哎，红怎么不见了？哎，没有红，有个哎、欸，你后面，他吃太慢了，你知道吗？他怎么吃那么慢？哎、欸，刚出，那个尾鱼也过来，尾鱼也过来。他没有眼哎、欸，没差。跟你讲，他只有四等而已啊，闭着眼睛都赢他、啊。拉一下。哎、欸，奶茶，你要六了没？哎，你要不要？哎、欸，靠！我怎么死了？被秒，你被泡两秒杀，这样怎么打啊？啊，对了。哎，台湾人不能捧。哦，要走太危险，下面一定会有炮娘啊！你要救了没，奶茶？有六就直接打了，一定。老子，你这个走的方法有点……别说啦，这个放眼，有点痛啊！你应该往我这边跑啦，因为新德不敢往我这边冲。不要打，推荐。啊，不行啊，蝎子五等了，他有点回神的迹象了。干，你那个失误当然回神啊！废话，那个失误超大的。哪有失误？早知道不理你了。看你自己没魔，你的魔力已经够少，你要控魔啊！没有在打魔拿打魔大，不理你啊！来，大夫他，又要大夫他，我先帮九五八拿蓝呐、啊。大二十，消不消你啊？现在不消你啊？大二十秒。下路已经爆掉啊！大十秒！你才是真正的范神啊！你三零二六十六只兵，他零一零五十只兵啊！我有大了！靠腰没蓝了，被偷了！大五啊，帅哥！我坦！东海下去了！哎、欸，怎么靠？好凶！哎，奶茶挂了！为什么奶茶是你砍的、啊？当晚六等了，我帮你挡一下。我老帅！哎、欸，中路也去哦。你呀、啊，你死定了！啊！中路推哦。忘记奶茶没大了。哎、欸，你要被单杀哦？他在干嘛、啊？哎、欸，他闪现好猛哦！不是，他闪现台，然后也没开大，什么都没做。我跟你讲啊。
上路先回哦。Where am I needed？ 1301，风向战神。别说啦，这炮娘根本出两个多兰戒，又玩 AP， 哦，他玩 AP 的。刚死啊！跟你讲，他这个打法就是要跳进场啊。跳进来被我嘲讽了，他中后期就，他闪好快哦。操嘞！没有钻就好，他闪现掉了。哎，反倒是没到。不过他跳九八也太痛了吧？九八你完全没有模仿啊。对啊。跳你一下你就升量值是怎样？没差啦，我们就专刚下路这两个啊，刚他们就刚爆了啦，你都可以再给他刚他了。就是两个头，两个头，两个头。大姐100秒，小龙在一分半，1301，他不见了。一分半，那我刚好有大、啊。我操！看他们这样子，东海还不来帮哦？哪里有眼啊？帮一下啊！看东海现在刷大姐 CD， 他大姐 CD 好，一进就来啦。啊，对的。让我认识他吗？觉得他已经是大姐 CD 好就来拖了。东海来来来来，上上上。欸，炮娘消失哦，炮娘会跳歪你们哦，跳不歪啊。欸，新的 TP 我到，我操嘞 TP，啊，这新的超二的，不如再说新的真的超二的。龟狗你这样怎么办？你知道新的他跳我了。你们知道星云德在哪边 TP 吗？他在这边 TP 啊，然后被你嘲讽。他在这边 TP， 然后直接被我嘲讽啊。哦，你是各种神啊，星云德。绕了一圈，我怎么要等你？结果我被人家封杀在角落啊。关，你有没有玩过象棋？这叫滚扁兽啊。哎，大姐15秒。We do what we must.龙快出了嘛，我大姐，我有大姐了，我先退上。啊，新颖的没有 TP， 新颖的超二的。好啦，欸，龙要出了，直接过来吧。五秒有大。OK。啊，你们听够了，退下线。哎，我有大，我有大了。你不要说是星级的二哦，他 CS 还比你高哦。他看，对，一开始。废话，我飞下去两次啊。哦，他看起来比我多。对。星级德现在在玩，在玩，他现在在哭啊，他现在在滴那个眼泪啊。我等一下，啊，你们直接吃啊！我怕你不需要我。打我打我打！来喽！给他个机会偷，也偷不到。我玩女星还想偷。我记得，快一点哦！哎，欸，那个龟狗过来哦，打超慢的。阿福，你不是说不需要？帮我扛一下哦！他妈放掉，他们放掉了。因为他们知道我没帮扛的，欸。你讲那么呛，我就不想过去了，欸。不是，我说那个958在旁边，直接帮我套护盾，你也来扛一下。哎，欸，那个蓝色要出了，哎，欸，他们红出了，我有点想反呢，欸。会反啊，我要上去。等一下又害我死，我大，我照你。是啊，再反下去又死，又掉蓝。好啦，我守先守这个蓝了，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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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欸，他们过来，他们过来，哎，欸，他们在我们蓝。来来来，船上船上来，船上来！我打，行，那个史亚娜在上，奶茶在船内。他们要挂，他们要挂，他们要挂，他们要打。我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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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们是想要杀我啊！我要杀这个，我要杀这个。我发现中也没塔哎，欸。对啊，那我们这风箱要怎么带？风箱怎么带？我已经出 Oracle 了，风箱怎么带？拔一拔眼就换吃对面的 buff 了。Waste not a minute。啊。B 走，来来来，我来推上路，我们推松塔。这个普通人在单机啊。我去那个。哎呦，红 buff 哎。哎哎，撸要不要？撸红 buff。你在偷啊？哦，神梯！我操你！我操你！李信在那边 KS。信你得过去啊！我有事有事。红 buff 我就。哎，那个98下路，98下路清一下。中路给那个龟狗了，哎，欸，龟狗你去下，这我跟尾鱼推就好了。去中啊！啊，我来中，我来中，我来中！啊，你要跟尾鱼推，你就跟尾鱼推。你知道怎样吗？没差，啊，你们两个现在不是我要说啊，去打兵啊，去打。好，追上啊，我单机啊。
上！啊，被绑住，好吧，哎、欸，可以啊，我们推一下。你应该直接上去，这样我不然我逃不到。奶茶，给他前面一点。刚爆这个、哦，我没有大佬，你自己小心，我没有大佬。啊，不行啊，退，不行，太深了，太深了。好，我应该闪现的。啊，没 Q 到，好，我先回家。哎、欸，法斗士没有闪。哎、欸，李星彪，哦，你没血，我想要 bait 哎、欸。怎么样？你要过来打吗？感觉可以啊。来啊！我现在 bait 他们已经打了。好来，哎，怎么？哎，线自己断掉。我推一下，我们推一下，快！靠腰挂了。大哥，哦，闪现好 OP 哦！哦，卡枪，你还没毒死？对啊。现在谁来都一样啊！你一套接死他嘛，我嘲讽我一闪现炸他，你给他，你 QC 好跟我说。等一下，我在吸金。好彪！多少的？好了，等一下、哦。他们来是刚出吗？旁边都没人。你技能都好了吗？好了，你不要去了，他们应该来了。不行啊，那个史嘉娜都过一段时间了，不能啊。你们要不要这边插个眼？你们有眼吗？我没有，没有。啊。红帽我龟狗。哦。我不应该神闪现。没差啦。你要说那七级的，其实大姐六十秒，我买个装。中路哦。我闪是不会死的，可以推他。都给你吃啊！大姐是什么呀？他们哪里有眼啊？亮一下。哦。不知道、欸，他们下路没看到。感觉他们没什么眼。直接中路罗贯中了、啊。那我看到罗贯中他们了啊！快点来，别浪费时间啊！只是瞧不起他们啊！我们李信太猛啊！穿个斗篷，拿一个石头，有三个把揪，一把剑，一个鞋子，跑来跑去的。Where am I needed？ 要说啊，现在我就是战神啊！你有没有大战神？我口没了，靠腰。我八秒，八秒。八秒。我去推一下，有事。来，我要把人家踹出来。要摸我满地。不行啊，这样欧罗。不要被拉，你被拉的话，我怕我穿你还是会死。你不要被拉，你会被泡两秒杀，你被拉、奶茶，奶茶，你有钱出二口吗？奶茶，我死掉了，受不了。我还差100块。哦，那你出好了。要不要追踪啊？那个无聊的来守一下。无聊的是三小。我会闯，你们可以开。可以解释一下吗？哎呦，哇，李星，哇操，一个进正中央。哦，神 Q 吗？进去。突破来了。后面有那个最强。后面来，表现时间到了。哇，好远哦。我操 ，K 这样。查他，我残了。最强废的几个。我感觉那个爆弹一下好痛哦！废话，真的伤害，懂没？不痛。你扛啊！哥，你不扛哦！看小兵来了，你怕屁哦？我看我刚看小兵好像还在距离啊！该联合了。啊，在摸座塔。啊，直接摸到超级 B 的啦。反正会死应该是你啊！哎，退了。我去。怎么投降了？投降了！干GG了啦！投降了！针对屁哦！那也没办法、啊，真的、啊。你还真别说、啊，那也没办法、啊。我的李星跟神一样啊，
各种踢，哎、欸，可是其实你为什么你为什么三等那张？哦，也是啊，泡娘。你还真别说啊，世界第一按摩师那也没办法、啊。真的、啊，那也没办法、啊。那也没办法、啊。我又要打 stop 了。没有啦，一等被干蓝太伤了。你别说啦，那个尾鱼，他、欸欸欸、他还不来踹你，他问。哎、欸，那我啊，东海我问你，不，东海我问你，你觉得是上路回去我们哪里蓝比较好，还是把你踢死上路浪费一堆时间比较好？我觉得其实啦，我们是赚的，因为星际的那我当然技术有差，因为尾鱼赚一，我们那个才就是比较不会玩那一路，那也没办法、啊，那有差啦。对线有，但如果那个新的浓两波冰尾鱼就要打过了，哪有人为了一颗头上路掉那么多冰的？对啊，而且他也没有，他那一波只拿我蓝而已，也没有拿到头。对啊，我一等，那其实有啦有啦，我们上路过去拿头，可是我已经往蓝 buff 里面踢了。对啊，我觉得没办法，那就对线有差、啊，真的，可是没也没差，打好玩的。关闭了，要不要装一场？啊，你说什么？积分开了，积分开了。啊，我先出去买东西啊，你们打吧。你要买什么、啊？宵夜啊。啊，可恶，想吃。我鱼好凶哦，玩肾那么凶。我操！我以前肾各种肾亏啊，现在已经进化了、啊。我觉得你肾闪现潮根本没练哎。哎，没练。我。我刚刚是闪现草吗？没有，刚刚那场已经没差了。刚刚那场根本没什么机会闪现草啊，不是我在胡乱，根本没差、啊。他进场直接草我们了。啊，我刚理性听一句进场，完全没有闪现草。你还真别说啊，你知道刚那场那个尾鱼飞我大，我看我的血条一滴血都不会扣，我一个人进去哦，你们四五个一直打我，我看我不太会扣血啊。那个你们那边那个伤害。已经 GG 了，就不成比例了。想吃尾鱼，也不用什么闪现草了，就随便了。我刚刚不用闪现草，都炒了两只啊。哎、欸，闪现草好像比较短，是不是？炒闪现草啊，会吗？闪现草比较长，比较短。对啊。